小友请留步。哎呀，小友面带煞气，怕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贫道方才帮一位仙逝的老人做了法事，走时却不慎把咒符都遗忘在了楼套里。小友如能帮我寻回来，贫道就能帮助小友了。小友此去小心为上，今日可是凶日啊。Thank you.
这一张咒符，其他的呢？这是遇到了鬼打墙啊！贫道看小友煞气更重了、莫怪贫道说话难听，这样只怕会性命堪忧啊！给贫道讲讲你到底遇到了什么吧。当年你们长辈指腹为婚，按传统是为两家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定姻缘，这样说来，该嫁你的就应该是那姐姐啊。他这八字纯阴，一旦成鬼，那必是厉鬼。只怕是因为你们婚配之期，他借这积阴之日，鬼门打开之时，回来报复了。哎，难办，此事又为天地之理，寻常之法也推算不出。还好贫道还是有个问卜的法子。小友把这张卦图布在地上，如你今天见过什么预兆，就按着摆放一下古签，贫道再一卦象为你解卦。